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好吃、超级下饭的肉末粉条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，我把红薯粉用凉水泡一下，再把这个猪瘦肉啊，咱们给它改刀切成大片，再给它剁成肉末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肉末，小火慢炒，咱们给它炒熟炒散。放入葱姜蒜干辣椒，炒出料香味以后啊，咱们加入一勺黄豆酱，继续翻炒。咱们象征性的翻几下勺，炒出酱香味以后啊，咱们加入生抽、蚝油、老抽调色，加入一碗开水，再放入泡好的粉条。调味啊，咱们放入咸盐鸡精13香，大火烧开以后，咱们咕嘟3分钟，撒入性感迷人的小葱花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呀，如果您愿意点进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红心，点个关注呗。你看老弟都这么说了，您就给点一个呗。感谢您的支持，阿豪祝您呢、往后余生兜里面有钱，身上没病，一年四季顺风顺水发大。